其实我都不饿。吃点吧，不要灰心，你只是武戏拍的比较少，加油，我看好你。谢谢。啊，腰酸背痛的，打戏真的好难啊，要想的东西太多了。对，而且还怕打到别人和自己。今天武行真的打你了？真的啊，真打了。那个假棍子不疼，但是肚子拿拳头打还是挺疼的。真的，拳头硬。他们打我们的时候会等，等我们摆好哈。对，只不过那一瞬间直接上了。这就是为什么红姐会说我们有时候会泄力，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下面是什么了。那打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做完这个反应之后，然后回过头的时候，他也会等我们准备好，然后再进下一个。中间有段空白的时间。中间有一个空白的时间，也不知道让咱们演什么。再次落选，心里还是有点难过的，但是我会更加努力。哎，吃饭了，吃饭了，你们吃饭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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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饭。好了，我去领饭了，我领饭去了，在哪领饭？这边，这边。哦，这儿是吗？哪个是演员呢？这里是吧？来，哇，这是我的盒饭是吗？是的。有味道，味。给你，一人放一半。饿死我了。还是得坐一下。你们坐在地上不觉得冷啊？那你们平时你吃饭也只能这样吧？你不可能也拿着椅子作为跑吧？基本上就是蹲着吃，有的时候有蹲着。这扒几口不饿就算了。专业。你来横店很多年了，就是你拍戏方面。对，我是2013年来的横店，第一个来横店拍的戏应该是程英，就是《神雕侠侣》，但那个角色打戏非常非常少。最牛的就是这个弹指啊！弹指神通。就是这个练得特别好，然后其他的那就是那种像刚刚那特别硬的，我就是可能我本身有点弱，我就不太拿手。不对啊，你拍的那个是不是改过？因为我看的是小说，书里边程英的打戏是很多的，但是我看电视剧很少，我是纯书迷。你像金庸、古龙、七侠五义、隋唐三国、水浒西游，我就可以喜欢看这个。哇，这个特别好，对拍戏有帮助。我之前就有一个角色，就是我跟导演聊天聊出来的，我就说了一个水浒36天罡，就给导演说服了。有哪36个？呼保义宋江、玉麒麟刘俊义、智多星吴用、入云龙公孙胜、大刀关胜、豹子头林冲、霹雳火秦明、双鞭胡延灼、小李广花荣、小旋风来劲、扑天雕李英、美髯公朱仝、花和尚汝如山、行者武松、双枪将董平、墨雨剑张青、青面兽杨志、金枪手徐宁、急先锋索超、神行太保戴宗。有水平。就是36个，我刚刚说的是前20个嘛。书没白看了。好棒啊！我就当跟他聊天的时候，啪啪啪连外号带人名全说出来了。导演，你牛，不给你一个角色我都不敢接。对，有些时候是需要靠争取和努力的，真的。好几个戏都是靠我这张嘴白回来的。厉害，棒棒的，以后再向你学习啊。哎，你们怎么还在这聊天呢？赶紧换衣服啊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知道啊。快，迎边开拍了。哎，好了，啥角色？不知道。在哪儿换呀？看谁要换衣服，快点啊。老师，我们是什么衣服？演什么角色？我们不知道是什么角色，群演吧应该。那要确认好是什么角色，然后我们才拿角色发衣服。我们去哪儿确认？就刚才那个副导演吧，应该。领队，我们是哪个角色啊？你们没有角色，就是背景板，就是那个换好你们的戏服就行了。我们戏服是哪？随便让他们换是吗？因为他说给角色，然后他给换衣服。
那个何雨的角色叫男甲，郭晓婷是女甲，李一桐是女乙，赵英子是女丙，其他人都叫江湖人士。你好，江湖人士。老师好，我们是江湖人士。是不是可以直接套的？套就完事了，因为它有松紧儿。小婷已经换上衣服了。哎、已经换上了。哦、哎，好仙儿啊！我感觉弄完以后咱们都长一个样。阿凡提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啊，各位，那个我们现在有一个新角色，是那个大弟子叫樊一峰，然后他那个特殊妆造还可以加钱，你们谁要演？是男的。女扮男装也可以。都行。那就啊，都行吧，那就你吧。好。你去找那个服装老师，我又换衣服了。服装和化妆你都问一下那个樊一峰的角色。好，老师，升级了，大弟子。升级了，恭喜你！有些时候就是因祸得福，你看看呗。我等等看看有没有奇迹出现，说不准，因为我经常走狗屎运。自信出奇迹。哎，我今天都没有化妆啊，等一下弄的时候就可以化一下了，就可以化一下哈。我觉得这个角色应该是美美的。哎，我化化妆吧，趁现在。你能不能把这个头保留了？把啥？就是这个，咱是不是再扣一帽子？不，不好意思，哥升级了。哥升级了，哥现在是这个鞋。搞了半天，你们都是我小弟。你现在成了带领我们的人了，挺厉害。樊一翁是哪个？是我，加钱的那一个。他是什么特效？可能做个刀疤，我觉得也就这样了。在这呢。这是啥呀？这你的胡子。胡子呀。搞了半天这胡子。关羽。哎，我看这胡子粘着还挺难受的，他得用那个酒精胶。弄好了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。我刚刚选你这个角色，还会捯饬一下，哇，还行吗，红姐？我长正事了，我都真的没看到一个临时演员有这么漂亮。你们演的是什么角色？弟子，弟子嘛。嗯，对。那么红的口红干嘛？不知道，就寻思这，谁让你画成这样的？哎，你的睫毛比我的睫毛还要浓哎！谁？哎，你们专业一点好吗？你都把主角的光抢掉了。拿个纸，可以抿一下。你们都把妆卸了吧，干净一点。